電信火箭同埋粉紅衫，重戰積福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第三場賽事四班一千米嘅直路賽，頂頭大熱係九檔四號寶山鷹，橙色衫嘅。好，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咁啊快唱的嘅夾一夾咧就喺後面，前面快嘅馬咧有寶山鷹橙衫快，跟住佢後面有更好世界全勝啦，咁啊中檔位置仲有古浪威風啊橙色帽嘅藍色袖噶，入邊跳出世界亦都快啊，好多陣嘅馬有一定中啦，中檔龍友啦，出邊咧咁啊外欄橙色眼罩咧就電信火箭啊，後啲先有奇妙日啊威力奇中戰積福啊，咁啊陽光大地響尾三啊，包尾一隊咧就快唱的同埋嗰只就大灣區啊，跑咗一半到啦，咁啊寶山鷹做啱第一步外欄。咁入边咧跳出世界第二位，咁啊内外栏位置第三位，仲有更好世界啊！中档第四嘅古浪威风啊，再后边嘅马咧，咁啊全胜亦都喺入边追啲啦。后多少个马匹阳光大地亦都追入上噶，兜到嚟最后二百米到啦，宝山鹰放顺咗，入边全胜一路追紧上嚟，中间仲有更好世界接近终点啦，全胜响入边冲上嚟赢，跑第二名宝山鹰，第三名更好世界，咁啊第四名咧就一只阳光大地啊，咁啊结果呢只全胜。真係講出嚟都嚇你一跳，得五點二倍獨贏啊！跑第二名嘅馬外欄放係嗰只寶山鷹啊，第三名十號更好世界，第四名追上嚟嘅陽光大地啊！有嘅全勝啊，咁啊臨尾落到五點二倍飛格黃浩南勝出啦，跑第二名咧四號呢只寶山鷹啊，田坦安大二妹跑翻第二啊，第三名咧就係十號更好世界潘頓，第四名咧就見到係只三號馬陽光大地陳佳希啊。黄浩南同埋吕建威嘅组合啊，有一只飞鸽得手啊，先大笑大笑又系呢只又系，上次一出都近啦，咁啊今次咧转嚟跑直路赛，冇错。见到时间就56秒21啊，有啲雨咯，开始啊，有啲朋友担遮啦。黄浩南，咪帮我吕建威赢翻匹啊，好开心啊！见到骑师，黄浩南一手操呢一匹马啊，我继续俾翻佢跑。好啦，有預計派彩啦，我哋一齊睇睇啦。跑第一名就係十二號嘅全勝，獨贏派52.5啊，位置派17蚊。跑第二名咧就係四號嘅寶山鷹，位置派10.5。跑第三名啊係十號嘅更好世界，位置派23蚊。連人位四搭十二派73蚊。三重彩十二號、四號、十號順序派1558蚊，單貼派138蚊。位置 Q 四搭十二派31.5，十搭十二派70蚊，四搭十派30.5。跑第四名咧就系三号嘅阳光大地，三间一月嘅派彩啦，胜出组合又系 A 三码，其他冷门派25蚊。好，恭喜晒黄浩南又有头马进账啦！又是另一隻飛鴿得手的馬，這一隻全勝啊，臨尾就得返52.5。這隻就臨尾Peter都立返啊，落飛都好勁啊，咁寶山鷹亦都即交返佢試習嘅水準啦，立返條 Q。
都記住呢匹馬咧，好多汗嘅，咁但係今日都贏啊！咁啊，即係如果下次見到出曬汗，都唔使太擔心。嗯，有時啲馬性格可能真係咁都唔奇。係啊，呢啲係即係值得，即係要記住啊！即係呢啲即係情況啊！現場啲雨勢又都幾密啦，開始啊！好，咁啊，好快打開城門啦！呢匹馬，文旅健威貴來第21 win 啊，都有。呢只就夾住阿黃浩南啊，之前啊多數都何澤瑤啦。呢只就一手一腳佢操啦、跑啦，都係佢自己即係去跟啊。雨勢就一路都持續住啊，咁啊睇下會唔會好快都對個場地有啲影響。好，跟住我哋睇下四連環雨嘅派彩啦，3号、4号、10号、12号啊，派213元。記得黃浩南未停過笑都。跟住睇下四重彩雨嘅派彩啦，12号、4号、10号、3号順序派7764元。呢啲心機嚟嘅，自己一手操好啊，試集又贏埋啦，所以特別開心啊！保得住個税權啊，最重要啊！冇錯。咁啊，當然練馬師啊有賴啊，即係好開，繼續俾翻你啊。嗯。偉達唔喺度，點都好啲嘅。好，翻嚟復榜啦。咁啊，記得黃浩南啦，副練馬師就李新榮。巡邏影片即刻睇翻點樣發揮啦，11檔起步都好快啊，全程。反而內檔嗰幾隻快唱的啊、大灣區啊、龍友咧嗰啲就有啲逼劫啊，就慢咗啲啦。咁啊，前面就寶山英快嘅，拍住個藍色衫就更好世界啦。全勝啊，貼住條愛蘭嘅。咁啊，中間就跳出世界同埋嗰只古浪威風啦，後一陣啦。紅色衫咧就係嗰啲一定中啦，中間就龍友貼住愛蘭就電信火箭，後一搭啦。咁啊，見到奇妙日啦，威力奇出邊就眾善積福，包尾嗰三隻陽光大地都係落後喎、啊、早段啊。咁啊，快唱的啦，同埋嗰只大灣區。陽光大地都仲係立啊！你見佢出咗集冇咧，都係咁拱啦，咁拱到而家咧都仲喺尾五個位㗎嚇。咁啊，拉斯而家出咧就叫做逐步追翻近啦，但係都係冇乜威脅嘅。咁啊，頭馬就早段都係近難嘅，咁啊依度先移出嚟，咁啊都越衝越勁㗎，真係肉身馬跑咗全身就可以差咁遠嘅。咁啊，寶山英同試沙一樣啦，都係有頭有尾㗎，不過就頂唔住開邊嗰只。咁啊，咁多世界用翻潘頓啊，亦都執翻好嘅，都叫跑翻出水準。好啦，第三場都覆榜完畢啊，派彩作實嘅啦。位置 Q 4×12派31.5，10×12派70元，4×10派30.5。組合獨贏3+1啦，勝出嘅係色 A3 其他冷門啦，派25元。四連環派彩3號、4號、10號、12號派213元。跟住四重彩派彩啦，12號、4號、10號、3號順序派7764元。馬寶派彩頭關11號、尾關12號派729元，頭關11號、尾關4號安慰獎就派40元。分段時間頭段13秒09，第二段20秒2，末段22秒92，總時間56秒21。